谁会是最接近出道中心的那个人呢？有点紧张，瑟瑟发抖，那种感觉很难说。这个位置远远不够，我想要成为站在舞台上的那个人。大家都在蜕变，在舞台上面的自己，心才是跳的。偶像练习生，他叫9%。这一次不管是我走或是留，我觉得都没有遗憾。这个节目组真的改变了他们很多，我真的不觉得他们应该被淘汰。可能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是来到这里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一群有梦想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给自己一些自信，你们比我高，比我帅，比我年轻。我很幸运可以被你们看到，我会做得超级棒，然后让你们超级骄傲的。我会更努力的，我爱你们。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幸运。你们是最靠近出道位的练习生，但只是靠近，所以继续加油吧。爱奇艺悦享品质。